赞美是华为，在美国呢，刚刚用二十三项的罪名这个起诉他，然后 FBI 呢又查到一个钻石玻璃的一个剽窃案，所以呢，这个华为的五 G 发展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要先问一下这个徐衡。为什么？我的感觉是，美国请全国之力要打压华为这家公司。呃，从去年开始啊，FBI 其实针对全国所有。 全美国所有不分大小的科技公司，他都派探员去讲说：，哎、欸，我们要警告你，现在中国的科技公司图我甚急，请大家要小心，任何的不适当、任何的可疑都回报给我们。你想想看，这一家叫阿康恩的。 Backhand 的公司哦，是在芝加哥一个很郊外的一个地方。这个小公司去年都被拜访过，所以当这个华为跟他们讲说：“哎，我们希望你能够把你们最新的科技叫 Diamond Glass，一个创钻石玻璃。”哎，对，好，这个 Diamond Glass 多厉害呢？是现行 iPhone 它用的 Gorilla Glass，这个是康宁玻璃所制作的，它要比它坚硬度。 强六倍，那我需要哎，因为我常常手机会对，而且耐刮度十倍，我非常需要。对市他们还没上市，目前只有做出 prototype 来。所以当时为什么会跟华为合作？他第一个样品是寄给三星，第二个样品就寄给华为。意思是你今天如果采用的话，我就可以把整个康宁玻璃所有的产业其实吃下来，就是几十亿美金的生意。好了，没想到二零一八年三月。 寄去哦，已经讲得很明了。他说：第一个，我寄给你在圣地牙哥的实验室，华为在那边有实验室，请你在国内做测试。第二个，你的整个运输不可以出国外，因为这样子的产品可以拿来做镭射武器，是在我们的禁运条款里面有的。如果你硬要运出去，请你跟美国联邦政府讨论。寄出去之后，合约规定两个月要寄回来，嗯，没有寄回来，嗯，再催。 四个月之后寄回来了，外包装都 OK，但没想到里面的玻璃碎掉。哎呀，运送不当。哎、欸，不对，我刚讲了，第一个，它的耐刮程度是十倍，抗压力的程度是六倍。嗯、你的手机会因为运送的关系就打破吗？我跟你讲，我们今天今天如果放在这里，我拿一个锤子打，打不破。嗯，那怎么可能因为运送的关系破了？他的 COO 就是整个公司的营运长，立刻说，等等。 这个是所谓的 reverse engineering，就是你要逆向工程，而且是内行人。玻璃我要怎么知道它涂了什么东西？怎么加工呢？我得打破。哎、欸，我用镭射去打，不是一般的打破，我用镭射去打，去<接>把它的整个涂层蒸发掉之后，我去分析这个气体里面到底有哪些分子。哦。Oh. 所以他一拿到之后，他说不对，这个东西有问题，他就问说怎么会破呢？ 当时跟他们接触的那个人叫 Angel Han，姓韩，韩、嗯、小姐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们是寄回中国去测试的，寄回 China 完了。”对，哎、欸，而且第一个已经违反刚刚讲的运输禁令，嗯、第二个他的执行长直接讲说：“不行，这一定有问题，你们对我的产品做了破坏性的整个侵入式的分析。”所以阿康恩这家公司要马上上报国防部了。哎、欸，他马上打电话给之前那个 FBI 的 Agent，、嗯、他说：“哎、欸。” 我,嗯、我们这边遇到的这个问题，请你帮忙我们。嗯，到了二零一九年之前哦，他们已经做了很完整的动作，就是来，我跟你约好在 CES，就是在我们赌城那边哦，跟这个华为的代表碰面，然后连蓬勃的杂志记者都跟着一起去，所以他们用远距离的方式录下了所有的过程跟交谈。 当事人承认说，第一个我们运到中国去了。哦、阿康恩呢的代表就跟华为的这个什么圣地亚哥实验室的人讲说，我们得见个面谈一下。<對>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情报单位还有媒体都已经在远端监视这个面、嗯。而且那个约谈的那个执行长，身上都装满了监听跟所有监看的设备了、哦。电影才有的、哦。对。 所有的过程都被录下来，所以美国的司法部后来在起诉华为跟孟晚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把这两个罪一起并在一起，因为后来 FBI 也突袭了圣地亚哥实验室。 要去搜索所有他们盗走的资源的时候，这一次美国恐怕不是单一的攻击华为，而且你知道吗？它非常的这个围堵啊的这个全方位，是警告欧盟地区不要使用大陆的武器设备<对>，OK 哈，甚至于啊对中兴要再加一个制裁，所以问一下秦皇啊，这感觉已经是那种。 电影才有的情节了，对不对？对啊，这种电影情节其实这两年，尤其是川普上任以后，几乎陆续在上演。尤其是什么呢？最近期才看到说，有一个中国籍的工程师怎么样呢？被美国的 FBI 调查说，哦，你偷取。 苹果的自驾车的机密，因为你知道 Apple 它其实也认为说这种自动驾驶、无人驾驶会是趋势，所以苹果呢成立了一个研发团队，专门就是要开发自驾车的技术。嗯，结果有一个中国籍的工程师叫做陈继忠他就被人家检举说，哎、欸，你就是怎么样呢偷这个机密，然后所以他要起诉他，那是什么状况呢？那个是这样，苹果为了发展自驾车技术呢，他组织了一个。 五千人的团队，它叫泰坦计划啊。那泰坦计划里面呢，还分做什么呢？可接触核心机密跟非核心机密的人员。<是>结果这位成绩中就是在那一千两百个核心计划人员里面哦、喔，所以等于说他知道的东西呢是更机密的事情。结果没想到他有一天做什么事情，他呢有一天呢在他们研发的办公室里面被同事看到说：“你怎么拿着手机相机看起来在拍照？” 哎、欸，你想想看哦，通常没事，我们不会拿着手机相机在办公室里面拍照，尤其是拍文件，嗯、顶多自拍嘛。对。而且在苹果记不记得，连自拍都可能出事情，因为很敏感。那何况你是拍着人家的研发文件的现场，所以他的同事看到了之后呢，把这件事情上报，报给主管之后，嗯、主管再报给 FBI。那 FBI 一查了之后呢，发现说这一位陈继宗怎么样呢？ 哇！电脑档案里面有两千多个档案，都跟他们自驾车的计划有关。里面两个最关键的照片，第一个照片是他发现陈纪中照了里面电路配线的装置，第二个是他拍了相关的感应器在互动过程的照片。这两个关键的照片呢，就让 FBI 决定说今天就要起诉他，要告这一位陈纪中。然后这整件事情一被曝光出出来之后呢，你觉得这是第一件？ 苹果自驾车被偷技术的事吗？不是,不是，在去年半年内第二件，这次已经是第二件了。因为半年前才另外一位工程师，有知道这个工程师是什么背景派来偷东西的吗？他也不是派来偷东西，他等于说我掌握了这些资讯之后呢，哦、有人会要，尤其是被点名到的是中国的小鹏汽车，嗯、郭董投资的小鹏汽车。嗯、那小鹏汽车赶快发声明说没有，我没有，我是背黑锅，嗯、这个是媒体报的。嗯、可是你知道吗？半年前那一起呢？ 那一个叫张小浪的工程师，他就真的去到小鹏汽车任职，这就是为什么会让人家连接起来有关系嘛？因为那一位张小浪呢，也是一样偷自驾车的技术，然后被人家抓到。可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这样子哦，你以为只有这个自驾车有问题吗？不是，连我们台湾自己的联电。 和中国的福建晋华在做低 r 的部分也一样嘛，被人家说哦，你偷了美光价值两千六百多亿台币的这个专利技术，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不是只有自驾车而已哦，连像低 r a 这种东西呢，美国也一样盯着看。所以为什么感觉好像是川普上任之后呢，这种啊、呃、这个大陆有关于这个窃取机密的高科技机密的这样的一个案件的这个频传，为什么？ 这跟川普上来之后为什么这么多？还是他开始在抓？其实，在川普之前，行为应该就发生，是川普之后他抓的动作变大。那抓的动作变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你知道，像联电涉入那个案子里面哦，联电本来以为说这就是跟美光之间两个的司法纠纷，我们是商业诉讼。可是联电没有算到的是，哇，美国是由司法部、财政部都可能要出手去打你，甚至商务部也会进来。那你可能觉得听了好像没有感觉，我跟你讲。 财政部啊是决定说对你的东西要课多少税，商务部可以决定说我以后哪些供应商不准出口东西给你哦、喔，这两个东西是都有打击性的影响，再加上。 这个商业诉这个诉讼一打起来，司法上最高可以要他赔到两百亿美金呐、啊。好，澳洲也也开始了。呃，没有错，刚刚讲的个商业机密的一个窃取啊，是由来已久。除了这个商业机密以外，如果我能够影响到你这一个国家的政策，那不就更厉害了？所以人就很重要了。好，澳洲在去年就成立了一个，他就在国会里面通过一个反外国的干预法，也就是你外国人来干预到我。 本国的那个呃政策的话，嗯、那你这个人我就把你驱逐出境。嗯、那刚好第一个针对的就是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做黄向莫这一个商人，他已经拿到澳洲的居留权了。对，因为他二零一一年他就移民到澳洲去了。对，他是一个建筑商的董事长啊，呃嗯、他在澳洲他也成立一个所谓的澳洲的一个。 和平促进会的会长，那和平促促进会其实是两岸和平促进会类似这样的一个会长。那他对澳洲不管是在野党以及执政党所有的关系关节都打得非常好。包括前一次的一个外交部长他在卸任的时候，他成立一个智库，他也捐钱给他。另外，他也影响到国会议员关于有关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让澳洲来加入一带一路以后，就变成所谓的在东协十加六。 里面的澳洲之一，可是你知道，全世界都有很多，就是有正式的官方的一个外交管道，也有很多民间企业交流的一个管道。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扮演的是民间企业交流，为什么会被？ 这样政治化的一个处理，他犯了什么？我补充一下，<好>因为黄相莫所涉及到的呢，他被认为说是跟澳洲的政坛国会议员之间，特别是有副党边党鞭级的国会议员呢，两边有政治现金上的往来。然后那一位是工党的副党边叫做邓生，他就是因为被查到说，哦，这两个之间有政治现金的往来，哦、所以包括像南海立场，嗯、邓生支持什么呢？嗯、支持比较偏中国的立场，嗯、包括像什么？ 邓生如果缺政治现金的时候呢，他找黄孝莫去出钱。嗯、那么这样的一段两个人联络的一些讯息被曝光了之后，当然在澳洲国内引起很多媒体的哗然嘛。哦，所以就。 取消他的居留权了？没有。那其实这件事情在之前，澳洲的情报局已经开始调查三年了。那三年的过程里面，不管在野党以及执政党的一些高官、嗯、一些议员、嗯、国会議员剛剛講，刚刚讲的邓生，嗯、因为他支持南海政策，嗯、他支持“一带一路”，嗯、所以后来因为这样辞职的。嗯、那因为这样子，那。 在野党跟执政党一共拿了多少？拿了六千万。那现在呢？我禁止你，他要申请入澳洲籍嘛？第一个不让他入籍，第二个可能要驱逐出境，不让他有居留权。那为什么会怀疑呢？因为你跟所有中国大陆的一些高官，不管是山西省的省委书记啦，不管是其他的一些过去的贪官污吏，都是部长级的都有往来。但是你这样还没办法证实嘛？他说你就是中国统战部澳洲支部的会长哇。 我就把你这个会。 和平统一促进会，他当作是统战部的会，那这样的话，他就必须要去除出境。那因为去除出境的关系，这一件就闹得非常大了。那他就现在说，你们以前给我拿的钱，哪一个没有拿钱，统统还我。哦，那统统还我啊，很简单啊，你认为我是这样，那你干脆统统还我。所以你就把冒的修了。他们在党的有一个党魁哦，拿了一万美金，他就说好好，那我要还。那一万美金还还得要还啊，现在不还也不行啊。所以这件事就闹得非常的大。那他对澳洲个人，他也。 投资了三点九亿的一个，呃，买了一个别墅；太引进了万达集团，投资了七点一五亿，在澳洲的两项的计划。所以他对澳洲说没有贡献，有贡献。那你说你怀疑他是不是统战部？呃，中共他到处都是，他们统战部是挂招牌，又不像他们统战部是挂招牌的。所以这件事也引起的，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刚刚从过去的一些商业间谍，到现在人之间会不会是演讲国家政策等等？那现在五眼联盟以及可能包。

是不是又有变卦了？不是嘛，事情都没谈好，相见真如不见。是好，那其实你看哦、喔，几乎国际媒体都是偏向悲观，是觉得说还有那么多事情都还没谈，有什么急早讲见可是哦、喔，很重要的一个人，美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这个主席就跳出这个叫库德洛的，他就跳出来说：“哎呀，你们想太多了，川普其实对。” 对这个贸易谈判是非常非常乐观的，他觉得说，反正接下来一定水到渠成，尤其是十四号、十五号，就是接下来这两天呢，美国跟中国准备要第七轮的谈判，而且这一次就拉到直接部长级，大家注意哦，以前都是副部长副。 贸易代表谈，哎、欸，这次就直接拉到部长级哦、喔。那所以差别在哪里？以前副部长级，坦白说，就只能所谓的程序性的谈，真正决策根本没有决策权嘛。所以讲难听，也就是谈谈高兴的而已的。好，可是十四号、十五号即将就是部长直接来谈了、喔。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不急着要见面？因为二十七号、二十八号什么事情？川普跟金正恩要在越南见面了、喔，欸 美中贸易谈判其实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中国你要帮我搞定北韩。好，那你到底中国做到什么程度？哎、欸，川普觉得我跟金正恩见面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中国到底把这个金正恩把北韩按来到什么程度嘛？所以呢，我为什么急着要要跟你先见面？我先了解所有问题。好，那更重要的是，哎、欸，等一下猜题啊会不会金正恩的外交政策比较灵活哈？ 哎，搞了、欸，美国、中国都要这样子的。对他其实就真的就是在大国中夹缝中生存，<對>一定两边都要讨好，两边都不能得罪嘛。好，所以哦，川普为什么会这么乐观对贸易谈判呢？因为他真的也是急了。好，我们看几个数字。第一个去年美国的农业，我们知道贸易谈判的时候，中国其中一个杀手锏就是黄豆，黄豆采购嘛。哎、欸，现在数据出来了、哦，美国七个农业州。 去年农民的破产的数字是二零零八年的两倍，嗯，而且整体的负债高达四千多亿美金。注意，我们只算农民哦、喔，嗯，是四十年来最高，嗯、而且更夸张。大家看到有个数字，农民债务的这个农民收入的中位数，嗯，负的一千多美金。哎、欸，什么叫做负的？我收入减支出，结果不够。我居然中位数、欸，哎。 中位数负的不不就在告诉你什么？大部分大部分都在赔钱呐、啊。川普急不急？当然急嘛。所以呢，他觉得贸易谈判一定要达成结果。农民也是川普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对，所以哦、喔，川普一方面他担心这件事情，所以他急着一定要谈判成果。而且另外一面，就大家讨论的，刚刚华为的事件嘛，嗯，大家不是在说美国不是在讲吗？ 华为的事件归华为，美洲贸易谈判归美洲贸易谈，他本来就想切割嘛。那对于中国、对於美国来说，我让你贸易谈判过了，那我专心打华为，那你就没话说啦。以前你们都说我打华为是为了贸易谈判的问题嘛。嗯、好，那中国当然也不会白白挨打嘛。像你看剛剛講到，刚刚讲到澳洲也在反制的五眼联盟也都在对中国动手，讲、欸、诶 中国当然不甘示弱，第一个首当其冲倒霉，当然就是加拿大。好，加拿大就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一堆加拿大人因为因为这个相关事件就被中国给逮捕了。<对>好，那最新的就是。 加拿大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芥花籽的生产地，嗯、它绝大部分的芥花籽都销到中国，一年要销十几亿美金。哎、嗯欸，以前都没事，结果现在加拿大的芥花籽要到中国去，中国就开始找借口。哎、欸，你这个里面含有真菌，我要检查，所以一通关以前大概十天之内可以通关，现在一拖拖你将近一个月。所以很明显，中国现在政策是。 我直接打你美国，你会反击嘛？嗯，那我打你这些加入了联盟、联盟，哎、欸，你这些盟国会不会回过头来跟美国施压说，嗯嗯、拜托，中国都不敢打你，可是打到我们身上来、啊，对对对，松手一下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当下中国的政策。我在想啊，这个习近平是要有多大的一个脑袋可以应付这些事情，对不对哈、哦？又是里又是外的，他要打贪官。 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你知道陕西矿权的这个，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嗯、这个弊案呢，里面有个非常非常神秘的女港商，她原来是打字员，两年之内可以搞一千亿的这样子的一个合约，她怎么做到的？带回来。 猜砸这个秦岭别墅，拆矿泉这件事情查，结果查出一个叫刘娟的女生，她到底是个什么背景？为什么可以搞到一个千亿矿泉的一个合同？哎，我们把刘娟的资料调出来之后，我跟你讲，各位看了之后才发现，这世界上有一件事情还真有，叫平凡中见伟大。 你调出来，他所有资料上翻下翻，左翻右下右翻，你完全看不出来他为什么有这个资格来瞧这件事情。我们一个一个讲，你说正常来讲，你看这个这作单位多调皮，说他有显赫家世。我告诉你，滚不博啦！他爸爸当过最大的官是县委书记，显赫啊！诶、欸、这哪显赫？一个小县的一个书记、哦、不够 <夠 S 2> 有多大？不够。 然后后来呢？不知道怎么搞，有升官到陕西省科协秘书长，但也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嗯。然后他自己呢，刘娟哦，你想说他一定很了不起不吧？很会经商？没有，之前是文工团的，文工团就是怎么样，唱歌跳舞会给领导看，让大家看看他表现多好。嗯。后来还开什么游戏厅？游戏厅是什么网咖啊？就开了一个网咖。然后进省政府呢，好不容易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工作，去省政府当打字员。 打了两年之后，忽然之间跑到香港去啊？没有前不招春，后不招店，也没有创业，也没有获得什么这个龙王赏赐的财宝，都没有。 他就跑去香港成立香港艺业，我觉得有，但你不知道那两年的打字员他打了什么字？哎，是他在谁的办公室打字，这个都不知道。嗯、他打的都是合同，哎，打的是合同，<laughs> 打的都是领导啦。嗯、你到了这边之后，他后面的故事怎么样都都不起来。他说我到香港去哦，做服装生意啦，但我老公跟我讲了一下，我就玩资本运作，玩着玩着，等到我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欸、哎，分手了，啊啊、手不好意思，那。嗯 在前夫点播下说：“哎、欸，我今天卖衣服卖卖，后来就开始玩资本，就是股市炒股炒地。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个富商，不知道钱哪里来的。嗯，而且还没完，他有三家资本额都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企业。嗯，但是中间有三年，零六、零七、零八年纳税额不到十六万人民币，太少了。哎、欸，表示这个公司，你想想看，我拿了金额不大。” 我拿得出三千万人民币去成立公司，中间还有两千万人民币的公司，但公司没有在运作，所以没有纳税。然后你三家没有实际运作的公司，忽然之间一抢，抢了一个一千亿的矿场，十五点六亿吨的含量就抢来了。然后抢来之后，他还很客气，他说啊，其实我也没想要开发煤炭嘛，这个出重活就把股权一转手卖给延长石油。嗯 空口说白话，什么也没有做，就卖个合同而已，一进一出就赚了二点四九亿人民币，还掌握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权、欸，就也就是你把它卖出去之后，你赚了将近十亿新台币哦、喔，然后你实际上还是主要股权掌有者，只跟这个倒霉的延长石油差百分之二而已，你还是有董事任命权，你甚至还有决策权的时候，我们整个讲完这个故事，你会发现。 问题不在于他有多厉害，问题在于他背后是谁能够让这么一个也没有背景、也没有能力、从来没有浮上台面的人，一抢就抢一千亿。而且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到二审的时候还有卷宗不见。你你到底要有多么通天的本领，可以凭空？你家里是多了一个聚宝盆吗？你凭空生出来三个企业？ 每个企业都有这么大的资本，却没有纳税，而且要抢千亿开采权，还抢不过你，法院还向你低头了之后，刘军很多人都讲。 重点是他背后是谁啦？他到底认识什么领导，认识什么人才有这个威力？所以呢，有时候真的这跟祖坟一定有很大的关系，<laughs> 对不对哈？我说我们没办法想象这是什么运，对不对哈？那么反贪腐的行动在大陆又掀起一波浪潮，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一波是另外转移目标，转另外一个焦点。大家都知道什么贪腐？贪腐就是你要送送钱，你你收贿嘛，还有这个挪用公款啊，另外就是滥用职权。嗯，现在不止这样哦。嗯 他们开始在查大陆，一定开始在查，不是男性哦，开始全面查女性了、啊。怎么可能有女性女高官全被什么抓过来双开？为什么他们叫做权色交易？什、哎、么什么？权色交易就是权力跟色情的一场交易。那这个权色交易就很简单，就是用什么肉体关系，用所谓的性贿赂来换什么自己的官位。所以这些女高官现在抓的是什么？ 焦点全部都在女高官，女高官看一个例子。哎，我觉得你们这是性别歧视啊！没有，就是大陆的用语这样吗？对不对？好，我们看第一个 case，这个甘肃省的这个检察院副市长，最近惊了一个内幕，检察院竟然公布这个惊人的内幕，甘肃省武威市的副市长叫做姜宝红，哎，很高嘛，副市长跟他的什么后台的男的情人叫做火龙贵，这两个双双被抓，双双什么双开？ 为什么？因为这个姜宝红后面有这个后台门神一路上去。我们看这个姜宝红怎么处理他？你看眉清目秀吗？嗯、他是气质很好嘛？他大学毕业，他是学甘肃的什么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嗯、法律系毕业要去实习嘛？好，就到一个地方兰州地方法院去实习。实习姜宝红太厉害了，实际进了什么？扒上一个庭长，从实习生变成什么正式生？扒上庭长就五年之内就在这个法院工作。你要扒”这个字很歧视。 啊、呃，被扒了，不、哦、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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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吧，黄正就是好。那这个好，你看到法院嘛？法院后来他认识这个火龙贵，嗯、火龙贵啊，一路上去提拔他，因为什么？他就是他的地下，双方是地下情人。那从那个甘肃省武威市的招商局慢慢慢,慢的上去，从小科长、副处长、副厅长，哇，不得了，到现在什么副市长？嗯，好、啊，那现在他已经抓到了，警察署抓到了。 惊人的内幕啊！这位姜宝红竟然不止跟火龙贵一个人在一起啊！嗯，他总共跟四十个高官在一起，其中有十七个是领导级的人物。所以，竟然这个内幕一发生出来說，说、哦、哇，他原来的这位姜宝红有根据有什么？后面有四十位男神、南门神在什么帮助他一路什么平步青云、步步高升，这就是他的厉害啊！好，这不止这一件，另外云南他们也抓到最近。 那个反特委抓到一个女高官，叫做女厅官，这一位是基本上很特殊，她基本上在你知道，她最早的时候，她也是用金钱交易，也是用权色交易。那刚开始，她就跟她的情人曹建芳，曹建芳也是她后面的门神，两、嗯嗯、个人就是不正常的什么性关系嘛。嗯嗯、然后一路跋升她上来，哎、欸，你知道吗？这一位女孩子很厉害，她是在。 甘肃省的财政厅，好，那他们是怎么抓的？财、嗯、政厅嘛，我我把一些这个补助款，我、嗯、给一些商家的企业，比如说企业你来申请，那我给你补助，财政补助，但是我给你工程补助。对不起，这一位所谓的罗敏厉害，工程补助里面他拿回扣，哦，所以啊，他掌握财政厅所有的资源，那等于是他后面有门神。可是后来也查到他跟一路上平步青云是跟什么？跟男的。 所谓的我们讲做权色交易有关系，所以这两个例子都是最近大陆在什么开始转向抓什么女高官，而不是超一般的高官而已。嗯，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歧视的啊。嗯、但是必须讲，就是说大陆又一波的这个啊、呃、打贪腐呢，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一个数字，难怪习大大会受到一般大陆民众的一个欢迎啊。嗯，你知道吗？他从 贪腐查报里面，到二从二零一二年上任以来，目前贪腐查报多少人？你听了会吓死，一百五十三点七万人呢、哎。对呀、啊，你你你听懂这个数字吗？对，对呀、啊。 他查报的数字，这五年来从那种村里级一路往上，哈，到所谓的部级的。我们是不知道大陆的官有多少人，但是光是一百五十三点七万，那个卷宗要绕整个地球几圈呐、啊。呃，根据之前的资料，他们的公务员数量大概是五千多万人。 所以你想想看，在这里面，如果他这五年的时间被查报到一百五十万，其实那个也不是让人家太意外的数字。但是不意外我的意思是说，在这里面让比例很高哎。对，可是我们注意到比较有趣的是，他们现在反贪腐这件事情，他们要用所谓的 AI 的方式来反贪腐。这个你就没有听过了吧？没有，你听过各种减掉在查贪查腐的方式，可是。 你没有听过用 AI 来反贪腐的方式？所以一旦一动一旦启动这个 AI 反贪腐，会数字会再多一个零吗？ 数字会再多一个零吗？搞不好，啊。因为它的模式是这样子哦。你想想看哦，他们现在是不是现金交易用的少？是。那电子支付用的多，电子支付用的多，所以呢，你这些相关的公务员，好，你自己的人头，你的你自己的账户，是不是就已经登记在案了？嗯、你登记在案，你的银行开户资料是不是也登记在案？嗯。那你有哪些亲戚跟比较要好的朋友，是不是也可以登录进来？嗯、当这些资料都登录进来了之后，请问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的网络？我可以不要我买啊。 就我的亲朋好友用人头去买呀、啊？哎，只要你的亲朋好友有被登记在里面，他今天也是查得到，所以就变成说，这整个网络它是怎么样呢？它是联动的，联动到什么程度？今天比如说好，今天这个电脑系统，它的 AI 判断说。 哎呦，你一个月你的亲朋好友一个月，比如说只有五万块的收入，那为什么今天你可以拿突然拿出三千万的现金去买了一栋房子，登记在下面还没有贷款？这个显然判系统就会判断说这个有问题你要查。所以这就是他用 AI 去查的方式。那么他这个系统叫做零信任系统。零信任这三个字听起来很有趣哦。他就是先建立说我对你不信任，所以才会查你嘛。所以像这样子的 AI 的监控的方式呢，他用在贪腐上面，其实是这一年多来的事。 所以它量还不是很多，<好>大概八千多名。监控层，对不对？哈，对，还有监控技术已经超越这个美国了啊！这个有可以用深。 呃，什么监视器，对不对哈？对然后可以跟踪活动。因为我们之前讲到它的监控讲是天眼，<哇>那天眼系统的监控是用监视器嘛？<对>监视器他们预计二零二零年，也就是明年要装到二十七点六亿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应用方式呢，就是看到什么路边，就算你闯红灯啊、违规啦，他一拍到抓到，嗯、然后就开你单。那我问你，是我问你啊，对，声纹库是什么？ 声纹库就是他现在除了就是说他去辨识你的外观用监视器之外，他现在连你讲的声音他都要去做辨识，所以是从你的眼睛去看到的跟耳朵听到的，他都要能够去辨识。那是由哪一家公司来做呢？是由之前我们讲做和科大讯飞这家公司来做。嗯、那科大讯飞呢，他们自己也要建立所谓的声纹库，所以它可不可以用在办案上面？ 你有一些现场，你只采集到声音啊，你没有监视器的地方啊，可是那个声音你要能够辨识得出来是谁的啊，所以就变成说，它对政府来说呢，也有怎么样呢，也有相当的作用。不管是有异议分子，你们在讨论政府哪些有问题，或是暗中想要图谋不轨的，或者是你是形式上真的有在犯罪着手的，他今天采集到这些声纹了之后呢，他马上可以来做辨识判断的追踪。因为哈，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哎、欸，在大陆呢，如果你有朋友说他的亲戚呢关在秦城监狱，嗯，关在监狱，你不要看不起他，你得先问一下关哪个监狱。<對>如果他的亲戚朋友关在秦城监狱，你立马要对这个家族尊敬一点，因为能关到秦城监狱<對>是要有分量的。没有错，你刚刚讲十八大之后，一共抓到了贪官污吏一百五十几万，可以关到秦城监狱的只有四百个人。 不是级别的问题，不是今天没了你做到什么县长、省委，不是那个问题，是看你脑袋装的是什么东西。那秦城监狱呢？他在燕山之下，距离天子脚下只有一个小时的一个车程。那这个地方呢，只有四栋房子，你们不要看到、喔、外面是警备森严哦。四栋房子在一九五八年的时候，苏联跟中共合作的时候，苏联帮他建的，那时候就有抽水马桶了。 那时候就有抽水马桶。那一九五八年在关什么？关国民党的特务，关国民党的高官，关国民党的一些头层的那一些人。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关四人帮。现在关什么？关部长级以上，还有一些特殊的科技人员。欸、他是一人一房啊，一人一房，而且每一个人四到六平。他的房间里面，铺的地毯來來來我。我们看一下，有。 办公桌对，而且还有可以写字，不像阿扁那样趴在地上写，对不对？对有个床是，还有一个沙发，沙发床,沙发床还有沙发，你要会客啊。还有洗衣机，对，还有抽水马桶。哦、另外，地板上是铺着那个地毯的，因为天冷啊。对对对，铺地毯。嗯、那早上吃什么？因为他们都部长级的待遇，早上是喝牛奶，然后吃五星级饭店帮你做的早餐。那中午呢？你可以吃到鱼翅。 你甚至可以吃牛排，什么都可以吃，只有鱼不能吃，因为他怕你自杀。那在里面每一个人的级别不一样，比如说周永康，啊、连吃鱼人家都帮你把骨头剔掉。对，你看这么好，周永康在里面有一个开心农场。 哎，欸、他可以在里面种东西，比如说薄西来薄西来他比较走新潮、新潮的模式，他在里面不用穿球服，他可以穿西装，啊，是完全不一样。在监狱里面穿西装可以穿，穿西哎这也就是特权了。而且他每天早上还固定起来，直接穿西装，然后坐到办公桌啊，自己这边批公文。是，而且還可以运动。那里面的那一些那个监护人员哦、喔，都已经有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些警告。我跟你讲哦。 如果他骂你，你不能回嘴；甚至他打你都应该的，你不能打他哦，他比你大哦。嗯嗯、所以大陆有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哦，他当到县长，后来被抓进去了。他儿子找不到工作，就去找爸爸：“嗯、爸爸，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跟你讲。嗯 你去找某某人，你共干好。你现在已经没有当县长的人去查粮，你我怎么会无效？以前我要叫哪一个人上位就哪一个人上位，我现在叫哪一个人进来就哪一个进来。结果第二天他儿子说找到了工作，找到了。 我要叫你进来，你就要进来，所以大家怕你脑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最重要。所以在中国大陆，比如说像那个薄熙来的太太谷开来，谷开来就没有关在这里，他关在盐城监狱，那待遇就不一样，因为他脑袋里装的可能都不是机密，所以在里面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年家里可以来探监，那你想吃什么，五星级的饭店的主持帮你做，所以在里面的生活其实不输给住在台湾某一个，比如像那。 一些豪宅里面的人，只是他没办法出来而已啊。他湾豪宅一样啊，你住在八楼，你也不能到九楼，不能到七楼啊。你如果自己二十四小时不出来，你跟关在里面还不是一样？所以其实他也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是是是，OK，好。另外一个呢，大陆有四个兄弟，那出了两个首富，这也是祖坟的问题。我再回来告诉你。 说得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四个兄弟就可以这样讲，两个首富，另外两个也不差哦，对不对啊？对，这个、是在目前来讲哦，可以说两岸三地全世界华人里面唯一的一个家族。哎，第一个可是你看哈、哦，嗯、我先跟解释一下，刘永言、刘永行、刘永好，可是这是陈玉兴、哎哎，这是老三哈、哦，他是言行。 美好叫做刘永美。刘永美。嗯、那当初小时候是给陈家当这个养子，哦、后来后他长大以后就改名改回去，哦、他可能要继承,承哎那边的香火。嗯、所以理论上来讲在整个中国大陆的首富里面，他们四兄弟里面有三个是曾经都当过大陆的首富，嗯、包括马云，包括马化腾，包括现在大陆所有的有钱人对这个家族都只有两个字叫尊敬，因为兄弟四个人啊白手起家。 共同创业，一起富有。到目前来讲，都还是整个凝聚在一起，这就不简单了哦、喔。很多的兄弟到后来都分家以后，都离离浪浪。所以我们来看这四个兄弟，那时候在一九八二年之前，中国那时候鼓励小资创业，所以他们就下岗，他们其实都有工作。下岗以后就一直凑凑，他要去跟你，行借钱，你行没啦，你的你的没家件有？哪救急？他们兄弟是把锅碗瓢盆拿去卖，卖了以后凑凑凑。 错了一千块人民币，一千块人民币，他要要做什么？去卖爆米花啦去卖无线电啦做到东北炭基。后来就想说，那我在四川呢、啊，四川省那边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就农业最发达。那我来我来养养鹌鹑，鹌鹑就台湾那个鹌鹑蛋，他养鹌鹑，一直养养养，哎，养了慢慢以后，他觉得那我养鹌鹑，他要更加买饲料，我不如来自己做饲料，做饲料以后。 他发现说饲料也不是想象那么简单，饲料要用高科技进去，要用新的科技进去，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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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后来到一九八二年的时候，就一千万就进入饲料市场。他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二年这十年的时间，他从一千块。 变一千万，一千万，十年的时间，然后到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二年的时候，已经这不是一千万了、嗯，从、嗯、一千万已经都又增加了十几倍。那一九九二年，他们四个兄弟说：“那我们来和平分家，怎么分家？我们这个集团叫做新，叫希望集团。这希望集团每一个兄弟二十五%，这很简单嘛。” 多多细对嘛？哎，这要有度量啊！对，一定，因为这个能力有不一样，然后这个贡献有不一样，<是>所以表示这是一个还蛮蛮蛮不容易的一种增加方法。然后大哥可能就董事长，啊，二哥主席，三哥就是总经理啊，嗯嗯、其他的这样。后来他们老二跟老四，就刘永贤跟刘永好,永好这两个又跳出来，弄了一个新希望集团。那这个新希望集团呢，他怎么搞？很简单，他就跟政府批地。 你政府就出土地，帮我盖沟渠，帮我盖马路，其他的通通我来投资。然后这样子一投资一投资，他整个土地都不用钱了。新希这个希望集团拥有三十八家的下属公司。嗯。那他做做做到后来，他现在是中国大陆饲料龙头，全世界第二名。但是他知道已经没有办法再成长了。这个时候要转型了，转型到哪里？刘永贤跟刘永好成为大陆首富。二零零一年，然后他。 去参与民生银行，民生银行,行的时候，那一天民生银行挂牌的时候，发现副董事长是刘永好，所以他们兄弟里面就刘永行、刘永好，他比较属于台面上的，那其他的不是。那现在他没有转到哪里？他也跟丁磊去养猪，丁磊要养猪，你要养一百万投资，我来投资你。因为农业本身在中国大陆已经是两千多年的一个行业，你说这个行业老不老？老。你说需不需不需要？需要。所以理论上来讲，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哎不。 不一定要做高科技，嗯、你只要好好的去做一件事，还是可以成为守护的。好，不过这个真的是兄弟同心哈，五千块创，应该讲说五千块创业，对吧。那问一下，<對>另外两个兄弟呢？ 那另外一个也是一样靠五千块人民币创业的，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中国的连锁酒店之王连锁集团的这个一个创办人叫做黄德满。那么他是中国的维也纳连锁酒店集团的创办人。那他当初很有趣的是，他在一九九三年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他其实家里很穷，然后呢，他其实以前他考上大学，但是他连五十块人民币要体检的费用都缴不出来，所以他觉得既然我家很穷，那我不如选择怎么样？在那个时间点，他选择去深圳去做生意。 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五千块人民币，他去做了，哎、欸，去承包人家那种宾馆的生意，然后跟做土方的生意。结果土方的生意做不下去，一下他发现宾馆的生意反而利润高，他反而专注在那个上面。当年的钱是有多大哈？五千块钱他还可以分两个企业做哈，三千块钱去承包宾馆，两千块钱去做土方工程。 现在想想都<对>都觉得天方夜谭。对啊，因为那是一九九三年的事情啊，是。所以在那个时间，他选择下去做这个所谓的那个我们讲的这个酒店生意的时候呢，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概念，我觉得很好，它叫做五星级的装修，但是是二星级的价格，也就是我把装潢啦、啊，比如说像那种好的那种饭店，有咖啡厅、有自助餐厅等等的做进去。 可是呢，价格收费呢是属于二星级的那种收费。那这种方式有个好处，就对消费者来说有个 CP 值高的那种感觉。所以他那个时候的入住率高达百分百，不错。但是你想说入住率高。 我也要希望他干嘛？回头率要高，所以他也开始经营所谓的会员的方式。嗯、那这种会员的方式呢，也让他怎么样呢？他养出了大概一百三十万左右的会员。那你想想看哦、喔，有个会员就像说我有一个大池子一样，我可以在里面经营我的回头客，有什么优惠优先给他。那么当他出差的时候呢？ 他就会优先考虑到我，所以他是用这样子慢慢累积累积下来的。而且他当年在做生意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是他哈，我们说这个在盖这种饭店，很多是凹收型外包，但是他就自己来，自己发包，自己找工班施工，来找装修，不被赚一手，他的成本反而比较低。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精打细算，让他的酒店怎么样呢？在前面站稳了之后开始起飞，然后他中间历经过一次的所谓转型的过程是。 配合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他要从本来布局在一线、二线都市，转往三四线都市去，所以他才能够让他的量一次冲到六七百家的规模。嗯、到现在，他的身家已经高达二十一亿人民币。那除了他自己有二十一亿人民币之外，他之前曾经大方的把股权拿来配给他的员工，嗯、所以他也替他的员工创造百位的亿万富翁。是是是，哇，这真的厉害。 二十八万间的房间哦，对，那每我哇，我要是能够做他那个牙刷的生意，我都做不完了。哦啊、每一个房间要配两个牙刷啊，他自己做哦，对、啊，我知道了。我就说，哎，光是供应这个就不得了，供应了对不对？算了，他自己做，我光是帮他洗床单，我就可以开五个工厂了，对不对？哈、嗯。 这也是他们自己做，不过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是个人单枪匹马创业的。哎，是的，哈，我们讲到这个故事的主角叫许丹丹啊哈，他跟很多的创业成功的有很相似背景，就小时候家境很差，哈，十三岁父亲就过世，然后母亲又改嫁，所以他就跟着他的奶奶啊。他也家境不好呢，从小就很有生意头脑，做点小生意哦，好，所以在念书的时候呢，他就做点电商的生意，哎，可是他成绩很好哦，他是北大的研究所毕业，哈，一毕业之后呢，哇，这个北大学历不得了。 马上就进的腾讯啊，可是呢做了没多久他就辞掉，哎、欸，居然改成当证券分析师，哎、欸，做没多久都发现，哎、欸，创业好像比较好赚，所以呢那时候就很流行所谓的群众募资。好，所谓群众募资，简单说就是我可能有个 idea，跟 idea 推到网络上去，哎<就>、欸，你认同我就拿钱捐助我，或者是赞助我，或是进入股等等。好，他就这样子呢做了一个咖啡馆，哎、欸，结果没多久就倒了。 哇，这下子投资他的人就很不爽啊，想说你是不是骗钱呐、啊？哈、嗯，哎，就是这样子。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呢，他知道说哇，做生意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还是回到他的本行。他做电商方面他是比较有经验的，可是做电商呢又好像不是那么好。哎，这时候他就灵机一动啊，他在过去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人力网、银行网站不稀奇嘛。可是以前人力网、银行网站，但什么各行各业都可以找。哎，他成立一个新的人力银行，叫做拉勾网。 也是人力银行，可是他专注在互联网的从业人员，诶、欸、哦，就是他有专业专精在特定领域啊、哦。好，一成立之后呢，就不用大海撒网，<好>对不对？哈，是，就是我专精，而且就是你这些有经验的这些人在这些网站，久而久之大家也知道，真的是互联网是很夯的嘛。所以呢，诶、欸、这时候就正好遇到腾讯。 他裁撤了他的电商部门，那是一下子就一堆人失业了、欸。诶这时候他就想要机会，因为他也在腾讯工作过，他就跳出来说：“我免费帮你这些在腾讯被裁掉的这些人找工作。”诶你就到我的这个拉勾网来、欸。诶果然很快的就帮他们找到工作了、欸。诶就渐渐打出名声了。过了不久，又遇到这个 k、ok、i a 哇，我们知道 Nokia、ok、之前一段时间很惨，也是裁撤了一大堆人、欸。诶这个拉勾网又帮他。 整个中国大陆裁撤掉的员工，百分之四十找到工作，哇，不得了，哇，这个民生打开了之后呢，哇，开始了，大公司看上他了哦，所以你想哦，一三年他在创业，一五年的时候，前程无忧这家公司哈、哦，前程无忧是做什么？他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人力银行网站，而且是最早到美国纳斯达克挂牌的人力银行公司哦。 诶、欸、所以他是个大公司，可是他以前做的是什么都有的嘛。他现在看出，诶这个拉勾网有学问呐、啊，而且有前景呐、啊，所以入股他砸了一点二亿美金，把他百分之六十的股份买买下来。哇，你想，他一三年才创业，人家现在一制一点二亿美金哦、喔，短短两年之间，这家公司的市值从零暴增到三十亿人民币，诶 这个许丹丹今年才三十六岁啊，不得了，而且做的有声有色，所以真的找到专业，找到专注，真的有很大的机会。所以你看哈，这个这个听起来就是。 很清楚，不像之前徐恒讲的那个两年之内打个字，两年之内有一千亿。嗯、可能人家的祖坟比较大。那个高超讲的这一路税上来的什么东西嘛，对 <laughs> 不对？啊，这是地方法院的税上也是服务业，我们不要瞧不起服务业 <laughs>。o、okay, 好，不代表告诉你，那如果这没这个机会呢，那你要看了，这有些人呢，这眼光非常的独到，二十几年前就知道买店面，他现在拽了嘞。你知道有店面不了不起，是有店面放着不租。 空在那儿，那真的是个咖了哈。待会儿来告诉你，发生在东区。 高超哥，这个人是什么背景啊？在东区那么多店面，我们讲的就是最近要关门的永福楼啊、哦。永福楼，哎，你知道他四十年的永福楼，大家记忆犹深嘛？北京烤鸭最有名啊，但是我跟你讲，他北京烤鸭都经营了这么久，不敌租金的要抬高，所以没办法。他在二月二十、哎、什,什么景气？为什么这个房东还要抬高啊？我跟你讲，二月二十号。永福楼留着不好吗？这个房东他他,他不差，房东方在控制三年五年不差，因为它促进。 包括永福的旁边，包括王道阳，总共有十间店面，他怕你永福喽？你永福楼不租可以啊，我一年就闲在那里。好，那我们看了、啊，其实我们看准细分析。请问你永福楼那个租金大约多少钱、啊？呃，他如果二三楼加起来的话，大概两百平的话，一个月光房租能霸完，那你加上人事成本，你知道要垫上了一百万嘛？再上去，说他一个月经营至少要三百五十万到四百万的营业额，你让我扣你了？为什么人潮已经什么转移到什么？ 信义计划局很多人潮转移到什么西门町？所以永富楼变成哎、欸，过去都一些党政大佬在吃的这个用餐地方，现在没办法。好，那这个房东厉害，他不止说二三楼，二三楼是租给永富楼，他一楼那个旧的莎莎或者是这个金浦金浦小弟也是他的，嗯嗯、旁边那个哎、欸、王道银行也是他。我们上次提到这个位叫做林性大咖。 啊，大家在提到说，其实这位林信大哥对面也是我们上次提到，嗯，有一个什么庙也是姓林信大咖。嗯嗯嗯、那到底这两个相不相同？现在不晓得，因为大概会附近大概不出几家的这个这个这个钱。那我我们来看看这样的租金，你一个月营业多少？好，那现在好了，东区里面现在这么多，其实东区也是有没落了。东区的没落，现在我所了解到，延吉街那边，哎、欸，不要讲了。 你最喜欢去逛的那个顶好名店，嗯，你知道吗？现在售价一瓶多少？二零一四年的时候一瓶哦两百一十七万，最近卖掉多少？卖掉哦、喔、不是房租八十万，跌了六成，房价跌了六成。可是两样情，对有一家店面的房东来讲，他赶快算了降租了；对有十家以上店面的房东来讲，我可了呀。 哎，养蚊子也无所谓。嗯，太有钱了，因为一路上店面都是我的，所以他不在乎你今天要不要租，不租没关系。老娘老板就是要把什么房租盯在那边，为什么？跟他未来的售价有。